怎么了呀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行了，立夏，啊，继续努力。哎，啊，来，我该出任务了，下回再打。 刘小姐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跟伯姐对决，我赢了。你刚刚叫我什么呀？美丽的欣姐姐。你刚刚说你和邓博对打，你赢了。那是人家邓博让着你呢，你自己心里还没点数？胡说！我靠的是实力，好吗？你呀，也别太嘚瑟了。他现在是腰上有毛病。啊，伯姐的腰有问题啊？ 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还训练起来就跟疯子一样，身体怎么吃得消啊？以前啊是仗着自己年轻底子好，现在问题全来了。哎，我听人讲有个曹清华胶囊，可以试试。他知道，天天敲木声吃呢，要不然别说打，能不能走都是一回事儿。 早到了5分钟，小邓，你有孩子吗？难不成你是不婚主义者？也不是，只是没您那么幸运，没遇到合适的。小邓，你条件好，但是眼光不要太高了。我要看电视。 目标有危险，请求支援。我叫你别哭，听到没有？我叫你别哭了，听见没有？别走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叫你别动，听到没有？别走！老师娘，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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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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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开
邓博，你差不多行了啊，你把自己练废了呀。波姐，你该吃药了。放那儿，我一会儿吃。波姐，师傅可说了啊，这恢复身子就是水磨的功夫，你得慢慢来。邓博，整一个平平三娘，拿他有什么办法呀？他要听你的话，他还是邓博了。你那腰啊，还有旧伤呢，再整个伤上加伤，可怎么办啊？就是。 你得歇一歇。岳总叫大家开会。开什么会？去了就知道了。走吧。来，多坐，多坐。我跟邓博已经商量好了，他这个月就要离开咱们了。啊！我的体力大不如前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长江后浪推前浪。 我想是时候离开了。不过不用担心，我还会以顾问的形式经常回来看大家的。波姐，我不让你走，你走了林焕新不一定怎么天天欺负我呢。立夏，别不懂事儿啊！人邓博也该想想自己的事儿了。就算是工作狂，也不能嫁给公司吧？夏，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，你天真烂漫，但也自由散漫。 以后没我在你旁边，天天看着你，你要乖，要听话，知道吗？我不，波姐，我就不让你走。你干得好好的，你干嘛要走啊？好了，别闹了，我只是脱队，又不是要死了。你说什么死不死呢？